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咁呢個就係講預習工作紙嘅答案啦。如果你唔識咧，你就可以睇呢條片咧，就可以知道點做嘅。咁呢條片咧係講不是定理啦 ，Pythagoras Theorem。咁啊，英文版咧就係咁樣嘅，中文版咧就係咁嘅。咁其實咧，你有中二嘅知識咧，其實你已經好快做完啦。就即係咧，九嘅二次加十二嘅二次咧，就等於 x 嘅二次。咁所以你就用你個計數機啦，或者心算咧，你就可以計到咧九嘅二次咧就81加十二二次咧就225嚟嘅。225咁你就開方咗佢啦，就係揾到 x 嘅邊長啦，開方咗佢，所以答案 x 係15啦 ，x 係15啦，好簡單嘅啫。好，第二條嘅喎。第二條咧個圖就係咁嘅啦，咁你同頭先就做法差唔多啦 ，x 次加 x 加八嘅二次就x 加二十二次就等於 x 加八嘅括弧二次，咁因為呢兩條咧就係、是、短啲嗰兩條邊，而直角邊係最長啊嘛，直角對住嗰條邊。就叫斜邊最長，呢兩條邊就叫直角邊嘅嘛。直呢條斜邊最長，所以咧零零舍舍孤零零單獨喺右手邊，左手邊就係兩個短嘅二次啊嘛。好，咁呢個咧乘開佢咧，有好多同學仔咧都唔識乘嘅，咁你就咁樣分開逐個乘啦，你就應該出到噶啦。咁呢個就 x 次加400啦。咁兩邊約咗咧，你就可以得到咧400-64336，336就等於16個 x。咁你336除16啦，你就可以得到21嚟嘅。所以咧 x 就21嚟嘅，得唔得？咁啊～就咁簡單，咁你睇唔切咧，你就可以 rewind 翻頭先前少少啦。咁如果我就不斷up 落去噶啦。OK， 咁呢個 x 次加十五二次就應該等於 y 二次嚟嘅。不過而家唔係不是定理喎，而家係揾咧佢 x 同 y 嘅邊長噶咯。如果你用不是定理咧，就未必做到啊，因為有兩個未知數嘛。所以咧，其實佢咧俾個 tips 你啦，提你啦，就係個 tangent 啦。咁 tangent 咧就係對邊除鄰邊咧，所以其實咧上面份只寫 x， 下面份冇寫15咧，咁你就應該做到個 x 噶啦。咁呢度有括號啦，寫咩咧？15搬過去，咁你就俾咗15 tangent 32度啦。咁你就可以用個計數機篤一篤，你就可以出到9.37嚟嘅，因為三位有效數字，咁你中文嘅同學仔咧就係咁嘅 ，OK， 咁你填翻落去啦，都係咁樣填嘅啫，嚇，咁扣曬啦，就係鄰邊除斜邊，所以就15喺個分子 ，y 喺個分母，所以呢兩個咧交叉走位咧，呢個乘上去，呢個乘翻落嚟。所以就15 cosine 32度啦。咁15 cosine 32度係除喎，都一篤機，你就係出到17.7就係咁簡單啦。咁啊，呢三度咧，其實咧提翻你嘅就對邊除斜邊就曬啦，對邊除鄰邊就 tangent 啦，而鄰邊除斜邊咧就 cosine 嚟嘅。咁呢啲咧，你就自己寫翻低咯。如果你唔記得 ，OK。咁第四條啦，嗱，今次就冇俾提示你啦，你又用翻頭先個招啦，先揾 x 先啦。x 就係58嘅鄰邊，咁就 x 除11咧就等於 cosine 58度啦，因為呢個斜邊啫嘛，所以 x 咧就等於11 cosine 58度。咁個 y 咧就對邊嚟噶嘛，所以 y 除11就等於咧
psi 58度，咁所以 y 咧就等于11 psi 58度啦。OK， 咁而家好簡單啦，你篤機你就出到答案啦，11 cos 58度，你就出到5.83，而呢個咧11 psi 58度。又出到9.33，大家都是三個後數字啊。咁我寫翻咧 ，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。咁中文同學咧，你又寫準確至三位後數字咁就得啦。咁啊，因為費事條片太長，我停一停先，下一條片繼續。